Hello， 大家好，我是 Cosmic。那么呢，今天是30号了，也是我第一次办生日会。那么呢，我也请了我的朋友来了。那么当然，我也请了一位 YouTuber 来呢，就是文王爷。那么呢，我不懂等一下他会到底来，还是会不会他不得空了？那么无论如何，我也希望尽量我的朋友全部可以出席啦。好期待哟、哦！有点像快乐，我刚又出去换了一套衣服了，因为我婆婆讲我穿得太简单了，所以我又出去换了一件衣服了。然后目前呢，有人在外面晒到了，然后你们看到对不对？然后现在我有一些朋友已经到了啦，那么呢，我要再等多一点人的时候，等一下再拍给大家看 ，OK？ 啊，拜拜，等一下我们见啊，等一下见哦 ，OK？ 拜拜。我等了很久了，终于有很多人来了啦，没有了，骗你了，今天也不是很多人来吧？但是有样东西很庆幸的就是。魔王爷来了，我戴一个眼镜先。整魔王爷戴不戴眼镜也是有那么多粉丝的。有没？这边没有啊。有没？看看这。这边是没有啦，不过我相信如果魔王爷叫的话呢，我怕我这一条街是我应该需要买下了的啦。给我打电话。我不要、欸、我不要，我怕哦，我怕哦。OK 啊，那么呢，刚刚呢，吴王爷也送了我生日礼物啦，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开箱他送了些什么东西啦。我拍美女啊！请问，吴王正在来这边直播，直播 cosplay 机啊，啊，直播我在那边吃东西。臭名山车神之后来我今天吃肉就有人今天要逼我喝酒你看他们很他们现在有很热烈的想要我喝酒，但是我就不想要喝酒。这个东西是代表什么？你长大了。过来。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多桶啊！小孩子不要喝这样多哦，很容易糖尿病哦。全部人问我叫我喝酒 ，Oh my god！ 我在觉得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哦。喂，吴王爷，不要掺进来耶。Some more